Please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for USA Double Diamond.
很有钱，可是依然缺乏安全感。因为传统的生意他们很成功，可是他们用他们的健康在换取财富，他们的内心就由于传统行业的压力让他们内心孤独，可以说甚至是高处不胜寒的感受。而杰斯的安全感让我们每个人在得到健康财富的同时，让我们有了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勇气和底气。幸福感，人人都爱幸福感，可是物质带给我们的幸福感稍纵即逝，幸福感成了我们每个人见面最好的礼物。大家每一句的话中都祝福着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幸福，可是物质让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这种快乐的幸福感，持久的幸福感，所以我们不停地疯狂地再去烧饼，希望通过花钱来满足自己的幸福感。而杰斯的幸福感让我们真正地感受到像我们的电子钱包一样24小时源源不断流入我们的心田。那么成就感，每个人在一生中最想得到的就是成就感，可是杰斯的成就感让我们每一个人非常的骄傲，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举动，让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当于跨越全球的一个世界级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这样的一个地位，被人爱戴，受人追捧，走到哪里都有人热烈欢迎。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成就感，让我们每个人不停地去追逐着自己的梦想。在杰斯，我在很短的时间可以走向成功，对很多人来讲，他们都在很好奇，都在想为什么。可是我想跟大家说，每一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随随便便、简简单单。在杰斯的3年半的时间里，我没有看过一部电视剧，我没有看过一部电影，我甚至没有听过一首流行歌曲。我把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杰斯，我除了睡觉，我就是在运作杰斯。那时候的我，创业的自己，我是连睡觉我都在做杰斯，我发梦我都在梦着签单。可是就是这样，我在短短的这3年半的时间里，我奔波了很多很多无数的城市，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可是就这样，我在短短的1年半时间里，我成为了这家公司的钻石，2年1个月成为了这家公司的双钻总裁，由我一个人打遍了世界54个国家的市场。虽然我没有去过这么多地方，但是我已经有54个国家的市场。我的团队由我一个人现在发展到10几万的团队。其实并不是我有多么了不起，是这个平台给予了我，让我挖掘出我内心想要的自己，所以让自己在这个平台上成功。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我从自己的改变，然后从一个没有梦想睡不醒的人，变成有了梦想我睡不着，所以我一路的狂奔，得到自己想要的成果。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我因为我的奔跑，因为我的努力，我感动了自己的同时，也感动了当初拒绝我只是单纯捧场的4位好朋友。那么他们都是在2年8个月到2年10个月成为这家公司的钻石。从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是接近于90后，可是最年纪大的一位他已经70岁了。但是他们全都是因为相信，因为他们被我所感动，所以在这个平台上获得成功。那我想跟大家说，杰斯的成功是当我们真正的站在钻石的舞台上去跟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开始的。可是
成为钻石，也就成了我们永恒不变的话题，驱逐着我们这些想成功的伙伴和朋友奔波在成功奋斗的路上。但是当我成为钻石的那一刻，我才真正的发现我们的肩上的责任有多么的重大。因为我们每一个钻石，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的言行举止、言传身教，都承载了别人和改变别人的命运，也让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和伟大。杰斯的平台的伟大，让我们这些普通的钻石因着这个平台由普通变得不普通，甚至是伟大。所以就这样，我找到了我在杰斯的重任。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技术日新月异，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了这个世界的变化。当然，很多传统生意的老板也纷纷感受到社会变革快速下的给到他们的压力和冲击，他们感受到，慢慢的也意识到，固有的思维将是阻碍我们未来发展的最大障碍。杰斯的平台是分享爱，分享希望和未来。平台给到了我们传统行业看不到的希望和未来。当然，很多传统生意的老板在经过自己的了解和验证之后呢，他们感受到传统生意的渺小，纷纷的加盟到这个平台上，希望这个平台上可以给到他们传统生意得不到的希望和未来。可是在杰斯这个平台，如何可以让我们梦想成真呢？如何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希望和未来呢？旧有的思维靠我们单打独斗已经很难做得到，唯有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团队之间的合作，才可以让我们做强做大。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大家都知道最难的是什么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对不对？既然我们无法统一别人的思想，我们没有怎么样，那就是统一彼此的目标。只要我们的目标一致，我们就可以创造出惊人的业绩，我们就可以达到共赢甚至是多赢，真正体现出杰斯这个平台一加一大于二的趋势。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里，我们每个人要能看懂这个平台它所给到我们的是什么。在杰斯，如果我们想要成功，我们希望我们团队要成功，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不是从一开始就可以做大，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从小，然后大家彼此的合作磨合建立，互相学习，最后让我们的团队大家一起走向成功。杰斯在这个平台上，如果我们想要成功，我们要培养亲人一样的信任，亲人一般的情感和亲人一样的默契。因为只有亲人之间的情感才会让我们彼此相连，让我们每个人都会拿出爱心、真心和诚心，让我们把团队做强做大。因为这是我们做人的基本准则。在杰斯这个平台上，如果我们具备了这些，也将是我们注定会起到成功的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呢，大家每个人有没有爱心啊？有。有没有诚心啊？有。做杰斯啊，你要有爱心，要有诚心，那么你才会坚持下去，你才会感染到你身边有需求的朋友，让他们感受到你是来帮助他们的，你是来给予他们的，让别人体会到你们对他很爱的时候，那么别人就会心甘情愿地跟随我们，听我们的话，对不对？我们在杰斯，我们一定要会说的
大家每个人都要做到的就是什么？听话照做，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呢？你为我做了什么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想让我们的团队愿意紧紧地跟随我们，我们首先就要拿出付出爱心的这样的一个本能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位。杰斯呢，让我真正看到了这个平台的价值，让我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想法，我们都希望成功，可是传统的行业想要成功是不是太难了？可是我们很多人是不是都曾经羡慕过那些可以制造趋势甚至是可以引领趋势的人，对吗？可是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我们这些没有资源没有成本的人，我们有没有能力就可以去创造先机呢？我想答案大家都非常的清楚，我们也许没有能力去创造先机，可是幸运的是我们今天有了杰斯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只要愿意改变，我们是可以抓住先机的，对不对？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有能力去改变我们一出生就被注定的不公平。怎么可以公平呢？有的人是含着金汤匙的富二代，有的人是出生在家庭条件非常贫寒的地方，那么是不是就没有了改变的机会了呢？如果没有遇到杰斯之前，我的回答是的确是非常的渺小。就像刚才 Frank 钻石讲的，他说传统的创业就像赌博，非常的难。对的，的确是的。可是今天幸运的是我们遇到了杰斯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可以让我们普通人变得不普通。大家想不想改变？想。想不想像我们一样站在舞台上去帮助你想要改变的身边的人？那太好了，今天杰斯就是我们最大的礼物。如果我们愿意把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用在这个舞台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最后都会美梦成真。今天呢，我的分享就到这里。那么最后呢，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这句话呢是我自己也是深深的感悟到啊。作为一个成功的精英人士，很多人都认为成功是那些有资源有人脉的人的，真正想要做大事情的人才叫成功。可是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小小的我们也可以成功，但是唯有战胜自己突破自己，我们才可以享受到别人没有办法得到的这种好的生活。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告诉我们自己，能打败自己的永远是我们自己。可是我们只要有坚强的内心，我们要让自己真的是做到刀枪不入，任何负面的东西你都不去接受的时候，那么这个平台将会给到你最大的成功。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Thank you.